Cabral Serve Your World， 成就生活极致，创造无限可能。 Cabral Serve Your World， 标新立异，尽在凯擘。乡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的十二月初四哦，旧历的十月十三，礼拜四。好，这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三十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新闻。中信集团李当为应交的这位家族主席协违法叫卖，受到文化资产保存法保佑类的台湾游山，中华健康是限制伊袂当出境。今日大陆天气团报道，卫生所甲病院挂号感冒的这人潮是加两成，医师就呼吁十月份的流感疫苗还有剩，符合资格民众爱把握机会。为着强化小学生的通证能力，彰化市民生甲中山国小为这学期开始月考减少为两届，家长甲学生的反应拢讲真好。后来新闻一开始哦，来关心到底是虾米款的树木哦，种伫即个厝内底会防起限制出境哦。原来在中信集团的李当为应交，伫咧做厝哦，小米堂哦，头前哦开这1000多万哦，买五十几丛的这台湾油杉种伫遐，就因为哦，即个台湾油杉是台湾的优种，受到文化资产保存法的保护，为应交涉嫌违法叫卖这保育类的台湾游山，予限制出境，湖边的风波不断。两年前，中信的祖厝真风光举办中秋落成典礼，为着打造台湾第一庭园，为甲大手笔买真侪珍贵的树仔来种植，却未到煞去用检举所种的台湾游山违反着文字法。到底什么是台湾油杉？生物专家讲，这是冰河时期留下来的树种，全世界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，只有台湾有活的，其他都只是化石。一个在大陆啊，一个在越南，一个在台湾啊。那它在这个北欧啊，像这个德国、法国啊，都有它的化石。可是，在北欧已经灭绝啊，所以这个欧洲人如果要看油杉呐啊，他们就会来要来台湾看。哎，那相对于中国大陆跟越南的那两个种，那台湾的族群最小，数量最少啊，所以台湾的油杉算是全世界最稀有的油杉。根据文化资产保护法规定，台湾油杉唔呐袂当买卖、到认证或者是培育，拢是违法。县府农业处表示，若是中信种的台湾油杉，被确定是违法，县政府设有树木银行，到时阵会甲中信的台湾油杉来记得。关于鼎新德和园里面所种植的台湾油杉、那因为它是保育类的植物，那如果一旦、法院判决、要没入的话，那我们彰化县政府的树木银行、也会如果必要我们可以提供妥善的照顾。鼎新的乌心油事件也未结束，现在又传出违法种植珍贵的树木，彰化检方指出文字法规定破坏到自然纪念物相当会当处5年以下的徒刑，为着顺利侦办，才会限制违应交出境。大壮新闻张世良综合报道。乡亲透早出门，敢有感觉真冷啊？这衫裤是爱穿较少的哦。今年哦，入冬以来头一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。今日报道哦，这中部以北哦，低温是来到12度哦。这全台湾哦，拢会来落雨，因此这卫生所的挂号甲领药啊区哦，嘛出现未少这感冒的冷条，甲平常时比起来哦，这感冒冷条是加要20%左右。天气冷死死，大家拢求伫咧室内，无想要出门。但是伫咧病院卫生所的挂号甲领药区，却是出现未少感冒的人潮。秀水卫生所主任表示，天气寒冷，民众本来就开始着着上呼吸道发炎，因此冷气团来袭，门诊人数一昆头嘛加20%。网上最近越来越多，尤其在这个礼拜的状况哦，这个礼拜由于天气变冷，然后
感染的人比较多，然后就会互相传染哈。以我们目前门诊的量来看的话，大概是增加20%以上。所以遇到那个感染的状况的话，当然就是如果可以的话，口罩啊要戴啊，另外的话就是要多洗手啊。天气太冷的时候，要注意加一件衣服这样子。那出门的话，在一些公众场合的话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戴着口罩，隔离一些我们呼吸道的疾病，这样会比较好。联气团来袭，除了做好保暖的工作，预防病毒侵袭，民众不妨把握哦，爱去注这个流感疫苗。而且气象局嘛预告，受到大陆联气团的影响，拜六进前，全台湾拢会有起低温的警报，到了礼拜温度会来回升，各地有机会看到日头出来。这几天哦，出门民众是爱做好这保暖的准备，抵抗立冬以来第一波的寒冷。大中华新闻林君秀最采访报道。那过来哦，即马真侪乡亲拢讲去感染，即何必卫生所的主任就来呼吁，有高血压等慢性病患者，搁较爱防范流感哦。10月份才开始注的即流感疫苗，讲也搁有剩啊，提醒符合资格民众爱把时间赶紧去注射。这几天天气熊熊变寡，不少人也因此来感冒。尤其天气变寡，有很多高血压、糖尿病、慢性病患者，更加应该避免感冒所引发的并发症。好比定卫生所主任呼吁，感冒的人愈来愈多，10月开打的流感疫苗还有剩，希望有慢性病患者爱赶紧来施打流感疫苗。最近感冒的人也渐渐在做吼。流行感冒的社，老大人也是囡仔还袂住的吼，因为卫生所方面吼，还阁有社吼，请赶紧来住吼。流行感冒的时阵吼，已经渐渐啊要到啊吼，咱大家会当来住吼，对身体的健康有帮助。陈主任提醒慢性病患者，除了注意防染、避免感冒以外，生活顶头嘛爱做好保暖等预防措施，才会当健康过冬。最近吼天气渐渐啊冷吼，早晚温差真大吼，所以大家老大人吼，特别身体爱注意吼。血压、高血压、糖尿病的人吼，有慢性病的人，咱特别爱注意，照时阵吼，落去食药啊吼。不时血压早暗看会当量一届啊！天气也伤冷，咱唔通伤早出去吼，可以等下较烧热较出去吼。暗时啊，有当时啊天气伤冷，有当爱较早休困咯吼。河北地区今年流感疫苗施打率比去年搁较悬，成效相当的好。流感疫苗剩无济，符合资格民众会使多加利用，减少流感的威胁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、河北采访报道。秀水花龙宫36年一届吉安礼道持续发挥哦，为初四开始连续举办3天，要替民众来消灾祈福。讲过了后，有详细新闻报道。彰化县政府掏罗宝贝啊，来啊！马上就业，幸福加倍。小资企业向前冲。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。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。借价追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透过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真的好棒！你究竟？还在等什么？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，录下整套影集，每月只要99元，快拨0809-009-658。我们共同的来热烈庆祝彰化县立美术馆的落成。我们的美术馆落成以后，可以串联成为彰化最美丽的观光文化生活园区。可以提供各类的
视觉艺术的展出，可以鼓励多元风貌的创作与呈现。欣赏艺术，品味生活，彰化县立美术馆等您来体验。世界那么快，世界越快，上网速度更不能慢。台播大宽屏200枚光纤上网，只要999，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。快播0809-009-658，台湾大宽屏同步优惠 ，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。小资企业向前冲，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。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接洽追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透过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凯擘大宽屏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，给你看得到的安心，看得到的安全，看得到的守护。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，只要125起，快拨0809-009-658凯擘大宽频。今日新闻的现场，我是林桂英。明仔是拜五，嘛是旧历的10月14。根据这通书的记载，明仔在位在正东方，适合这个祭祀，好时是早起11点到下晡的1点。另外，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，咱做伙来关心。好，过来哦，在彰化市民生国小的学生囡仔讲真幸福哦。原来哦，为着要来减轻小学生的考试压力，并且强化这通证能力，民生国小为这个学期开始，从原本一个学期哦三届这个考试改为两届。虽然这考试的范围是变较大，不过学生拢认为压力确实是减轻真多。其实家长拢知影，这礼拜囡仔拢在考试，不过民生国小囡仔算不是安尼。原来对这个学期开始，学校教过课对三摆减少到两摆，有三次改为两次。那我们校务会议通过这样的决议之后，我们也担心说家长不太能适应啊，所以我们教务处大概也收集了一些这个。有一些理由跟家长做说明，我们也在网站上做公告。学生讲，看到别学校的同学拢在考试，就感觉家己真幸福。只是考试的范围变大，准备的方式嘛袂当干那考试背。因为更多，所以就要更提早复习，上课就要更认真。然后两次就有点像衔接，就是你可以预备，就是说可能比较多的东西要提前准备，到大考才不会就是手忙脚乱这边一直读。就不是说高兴啊，就是觉得他们考完了，然后我们还在一课一课慢慢学，他们已经学得比我们快，一课一课慢慢学，老师就可以教更多补充的东西。跟教学生的家长讲，这囡仔一个月都要准备一届的月考，考试考愈多，就会愈增加家长跟囡仔的冲突，因为不管是都要多促囡仔读册。家长要再思考看看，怎样才是这个时代的潮流跟脉动，而不是说，就是一直。强硬的要孩子把东西背起来、记起来，然后为这些事情去跟孩子发生冲突，对，我是觉得应该没有必要做到这样子。对，因为减少国小学生月考的次数，得到的成效未歹。目前彰化市的中山甲民生拢已经实施，后来还有滨和甲中校国小等学校会来跟进。大专新闻电视梁彰化彩虹报道。14岁大宝法王听烈太耶多杰哦，初四的早起是率领几啊位的仁波切来到这彰化县，彰化县长特派员甲管会主管是亲自来恭迎这大宝法王，而且这大宝法王嘛伫咧管会大厅简单来解说这个佛法哦，袂少这管会员甲甲信众嘛献上哈达，请法王来加持。
十七世大宝法王天烈太耶多杰真难得来到彰化县，一时间县政府是客入来相当侪信众要来敬虔发喜。大宝法王除了替彰化县祈愿以外，嘛简单来分享佛法。那么慈悲智慧呢？我们在日常生活都可以碰到，但是因为我们生活为者呢，有一种习惯，如果你不给它特殊化、给它强调，这样子的话，大家又有一点不会觉得它非常的特别的珍贵，其实就是很简单不过的事情。馆长邓佩婉表示，为着替彰化县祈福，去年是真恳请来邀请大宝法王来彰化，希望加持彰化实现幸福好城市。很高兴有这样的难得的机会，再次的恭迎大宝法王来到彰化，为大众弘法，为众生祈福，为地方寻求安定和谐。大宝法王跟仁波切为彰化祈愿以后，指出借着诸佛菩萨的加持，以慈悲智慧的力量献予彰化县，希望这两个力量无受到时间、空间和物质实相的限制，永远跟大家做伙。大彰化新闻中，彰化中彩虹报道。同款嘛是宗教活动的消息，秀水华龙宫讲为初四开始连续三天要来举办这吉安礼道的德福法会，透过诵经以及点头灯的仪式，替民众来消灾祈福。华龙宫大殿暗道顶端数百个刀汤灯是信徒点的刀灯，整齐排列，每一个刀灯各有主持的尊神甲护佑的一掌。笑有加刀。有剑，有剑，咱这物件，伊每一项伊拢代表伊咱这个宇宙所有的这个伊这发布安尼，咱这个道，圆的道，就表示讲咱是地球，这个笑，伊就是表示讲咱这个公平，亲啊，伊是表示白虎，玄武。朱雀玄武，伊即有代表安尼意思，所以伊会当兼伊会当斩断咱诶即个业障，即个歹诶物件，所以咱即拜道诶意思，就是祈求咱即个善信，即个平安，大家会当事事会当顺利安尼。吉安礼道发挥，如果俗称拜道。主要是要替民众消灾、祈福、甲延寿。伫个道堂内面会装满美国代表辟邪祈福。道堂内面除了米以外，也阁有加多烧灯法器。是三十六年，今仔日拄啊进行第一摆，诶，即个吉安礼道发挥安尼啊，今仔日咧，阮地方大家拢真正团结踊跃啊，所以咧啊，今仔办到安尼真热闹咧安尼。咱这是按道发挥，普渡今仔上尾讲是普渡是伫迄个普场迄边吼，因普渡先饭迄、那个普渡头先打饭打先外打。华龙宫讲，吉安礼道发挥期间，欢迎民众来占卜拜道，祈求平安，全年顺利。大彰化新闻林桂英、秀水采访报道。参加婚礼宾客拢会收到新郎送的婚礼礼物。彰化市立图书馆妇女学院讲，看准这个商机，是甲班员制作特色的礼品，嘛来开店做生意。马上回来。世界那么快。世界越快，上网速度更不能慢。台播大宽频两百枚光纤上网，只要999，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。快播0809-009-658，台湾大宽频同步优惠。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。小资企业向前冲，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。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记下追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透过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凯擘大宽频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，给你看得到的安心，看得到的安全，看得到的守护。
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，只要125起，快拨0809-009-658凯擘大宽频。一年一度的竹啊巴洛茶，在咱十二月十三、十四，在咱上楼国泰市场来举办。现场有全国直播的电视，个人巴内拢是产品电视，个人明星暗会烟火秀，欢迎全国好朋友来上楼买买啊！十八楼品尝小吃。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真的好棒！你究竟还在等什么？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，录下整套影集，每月只要99元，快拨0809-009-658。小资企业向前冲，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。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接洽追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透过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欢迎再来大中华新闻的现场，来看这何必定老人会开办这英语学习班哦。老师的教学方式够真相当够活泼咯，是大学习了后，讲会当出国甲店员来抬价，这学起英文哦，讲真有成就感。活到老，学到老，是现代老人生活真幸福的表现。尤其现在老人活了健康，更加知影去国外旅游，扩展生活体验。英语就变得非常实用。何必定老人会开办英语学习班，聘请何必高中的老师林秀丽，用轻松活泼的方式上课，学生是愈学愈有兴趣。I like to study English because I'm another country speaking English very good. 我有办法跟外国人讲简单的话，都不用麻烦那个中介，那个带我们出去的领队。哦，还可以跟他们讨价还价。对，我还可甚至还可以去退税。哎，读英文就是给我进步的地方，就是在这里。为阿妈嘛学出心得，甚至增加甲孙仔互动的趣味，感情更加和乐。很活泼。又很有趣啊，又生活很愉快啊，大家都很快乐啊。出国啊，家事啊，有时候教小孩子、教孙子啊，都很有效啊。我们都是阿嬷级的、啊，所以教孙子很有用啊。啊，有时候呢，用英文来绘画、啊。真侪人透过学英语来提升语言的能力，上个重要的是学员做伙学习，保持少年的学习心，生活变了更加丰富多彩。大中华新闻，陈文清、何美采访报道。啊，那过来哦，即马新人举行结婚哦，拢真介意送即个婚礼小礼品，或者来参加的人客。中华市立图书馆妇女学院的婚礼小物创业班，就甲学员哦制作真侪特色的小礼品，那会当开店来买，放伫即厝内底装饰嘛，真实用个水。新人结婚的宴会场所，真流行分送特色的婚礼小物来灿烂幸福欢乐的气氛。安尼需求嘛，带动手工创作的婚礼小物的新商机。彰化市立图书馆的妇女学院开办的婚礼小物创业班，就教导学员创作真侪个性化的小礼品，自用或者是成立工作室，拢非常适合。对婚礼小物来讲的话，现在市场的接受度是非常的高啦哦。他们都会用花卉类的啦，或者是说像我们做的现场的糖果饼干啦，然后做成比较像有意思的，像我们的那个书架啦哦，那还有一些呢，像说我们的装饰品啦。那像我们今天用到的有一个非常实用的，就是我们的香皂。那香皂里面呢，每一个人带一份香香的、甜蜜的感觉的滋味，回到家里面就觉得很幸福啊，很温馨。
老师用心教导，学员更加是认真学习每一个技巧。小小的烹做阿爸非常精致美观，美化期间以外，阁是联谊交朋友的最佳用品。跟老师上了课之后，老师教了我们很多的作品，然后我在家里面呢可以美化我自己家里面，然后呢我做的那些小东西呢朋友都很喜欢，我又可以送给大家，让大家分享我的东西礼物，他们都很喜欢。婚礼小物最重要是让人客感受到赠送者的心意，假使可以亲自制作，是用更特别的小礼品分送给亲友，不然人缘增加，也可以营造舒适优美的居家气氛。大中华新闻陈文清中华采访报道。冷气团又来了，今天这个气温哦，说一睡头会来降低哦，而且越暗会越冷，这款哦湿湿冷冷的天气，说会继续到拜六哦，为这个礼拜开始才会陡陡来回温哦，提醒大家哦，这个气温变化大，而且速度真紧，千万要小心。就是今日十二月七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的收看，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。我是林桂英，咱再会。向前冲！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，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接下追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突破专线7119440，7119440。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真的好棒！你究竟还在等什么？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，录下整套影集，每月只要99元，快拨0809-009-658。世界那么快，世界越快，上网速度更不能慢。台播大宽屏200枚光纤上网，只要999，再送2000元及泰国来回机票。快播0809-009-658，台湾大宽屏同步优惠 ，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。小资企业向前冲，一则广告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，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接下追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突破专线7119440，7119440。凯擘大宽屏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，给你看得到的安心，看得到的安全，看得到的守护。 Home Security 居家防护全新上市，只要125起，快播0809-009-658凯擘大宽屏。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
真的好棒。你究竟还在等什么？现在升级数位有线电视，看电视还可以随时倒转重播，录下整套影集，每月只要99元，快拨0809-009-658。